大菩萨，哦，啊，诸位弟兄，哦，大家好，哦，啊，伫遮借这机缘，哦，啊，来向各位报告，咱这个灵界寺的设计的缘起，当然我是委托，哦，啊，这邱清龙邱建筑师，啊，民建筑师来帮我们设计，哈，啊，阮设计的基本精神就是持，啊，咱这工作的，的理念，哦，一正法，就是讲要求是默然。默然无争，默然无争的意思就是讲，啊，咱踮入巴做，咱免争论，咱就爱有用慈悲心，甲晓得见人。所以讲，咱用的颜色就是黑色、白色、灰色，这三种颜色是一种默然哦无争的佛法精神。然后基础呢，哦，基础我就是讲啊，这个。植物来这家哦，嘛是用到最舒服、讲受迫的经营，就采取咱中国、咱中国水墨画、水墨画的基本精神，就是黑色、灰色、白色这三个颜色啊来做构造啊，哈啊，伊这是大家讲咱阮主神啊，这个师傅啊，哦，伊的精神啊，甲伊的外表，我穿的就是这样俩。黑色、白色、土色，这是我的设计内底主要的一个，嘛是贴到中国，也是水墨画来来抒情画意哦，在含义是很深的这个，外建筑的诶结构安尼吼，啊说建材嘛是尽量以这为主啊，哦，啊内底佛寺诶神尊哦，啊嘛是拢以咱有观音殿，啊济公殿，哦啊加入。这三个殿，这三个殿内底各有一个含义，